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吕，这里是麦块世界的新手生存。哎，老吕今天又分了啊！从老吕讲话的语气，大家可以看出老吕现在已经节操尽碎啊、哎！现在你们如果谁有节操，记得给老吕呢邮寄过来。老吕现在所在位置在成都，然后离最近的朋友们，已经把你的节操呢，就是按快递的方式邮寄给老吕啊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呢，给大家教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，哎，就是那个如何制作地狱门。对，当然这是非常基础的，所以你那个大神的话，我觉得你看到这视频，听到老吕讲到这段话的距离的时候，你应该把那个按住 Ctrl 加一个 W， 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页面，然后你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这样子。哎，对，慢走，刚才走的各位大神，那咱们现在开始。咱们现在就要教大家做如何制作地狱门，有一种土豪的做法。对，首先呢，咱们需要岩浆，然后需要水桶，然后呢需要钻石镐，因为地狱门是需要那个需要黑曜石才可以做，但是黑曜石怎么做呢？黑曜石做法也是很简单哈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啊、这里放岩浆，对，岩浆，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再往山，哎，史莱姆你小心点，不要掉下去了。对，我们还是非常有爱心的，哎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流水的一个装置，哎，当然可以无视这些细节啊，这些细节的话无所谓，你们随自己了。哎，天哪，好的，你们可以把这里呢让它流水。看到没，下面这样的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黑曜石，大家记得没，把它捂住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没有水了。黑曜石的获得呢只可以用钻石镐来挖，而且要挖很长时间，哎，它才可以把这个那个黑曜石给挖到。哎，黑曜石就是这样获得的。那有了黑曜石怎么办呢？咱们需要在这里有了黑曜石，咱们现在开始要做一个地狱门了。哎，地狱门是需要黑曜石和打火机才能把它生成，当然大家如果有看过老吕的自动地狱门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了解这一块的。哎，黑曜门有几种做法，一种是那个土豪的做法，土豪做法就一直累积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垒高，哎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对，哎，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中间看到没？它是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长5、宽4的一个门。打火机呢对到这里，哎，然后念一声咒语，老吕来了，看到没？就这么简单，地狱门呢就这样做。当然呢，地狱门把这里破坏也是不影响的，所以你们可以需要上面两个，下面两个，左面三个，右面三个，左面四个，右面四个，这样也是不影响的。哎，这就是地狱门的一个简单的制作方法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地狱门，稍微等一下啊，咱们把这里照亮点，这里有点太暗了，暗的有点灰沉沉的，阴沉沉的。对，哎，我的荧光石在这里，对，萤石在这里，好，萤石。好，还有一种做法呢，就是那个屌丝级的做法啊。屌丝级如果做那个地狱门呢，就是在你没有挖掘出钻石镐的，没有挖掘出钻石，没有生成钻石镐的情况下才会用这个方法，也是非常简单。首先呢，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泥土了，当然我们可以用草方块或者用泥土来制作都是没有关系。木头不要用木头啊，因为用木头的话它会那个消失这样子。哎，土呢，土在这里，请参考看看。好，土的方法也是很简单，因为下面有两个，所以要记得看有两个，所以要在这里放这么两个，然后呢把这红石火把去掉，它有点麻烦，但是泥土的消耗时间可能有点长啊，大家感觉。好，就在这里。好的，然后呢泥土的方法非常简单，也是需要钻石，然后铁桶大家我觉得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做的，如果你看过老吕前面的视频呢，应该会懂得如何制作铁桶，然后呢水，岩浆桶和水。好，就这么简单，然后呢在这里放上岩浆，这也是放上岩浆，上面呢放上水。哎，我把作弊命令取出来了，然后点击水到这里，然后在这里投放。好的，就这么简单，然后把这里淹起来。好的，它的这一层呢就已经做完，做完呢就要给它做一个延伸，对吧？大家记得这里是四层，所以咱们可以做的稍微高一点。
这方法很简单，真的。你们自己然后有那个心里只要有记得头绪，我的每一步应该怎么做，就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够了。所以你们就会知道，哎，如何摆放这样的一个方块，这样子非常非常简单。对，大家都要多动手。好，这里，然后呢，下面放岩浆，岩浆在这里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我应该在这放。对，在这放，在这放 ，OK。然后呢，用水。我下面应该，我觉得应该，哎，天哪，没有啊 ，Come on。那咱们在这里放。对，就这样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现在没有问题。天哪，我的四周已经被水淹了。好的，等一下水就没有了。嗯，哎，有一块因为刚才老李手闲没有把它弄好，所以咱们重新弄一下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就在需要岩浆的地方呢放一个，哎，好了吗？天哪，啊，就在，对，就在这里，大家看到这里呢是没有那个方块的，所以呢咱们在这里的上面呢，这里先放一个岩浆，哎，对，岩浆放在这里，然后用水把它呢这里呢进行一个覆盖。好，就在这里用水给它覆盖 ,OK, 好的，咱们呢需要做的那个另一边呢也就这样完成。对，这岩浆等一下也会流掉。当然以后做的时候，大家做的时候不要像老李这么贪婪啊，就说那个想办法，就说只要能做出这样一个形状也可以。对，把这泥土去掉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形状。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自己的一个拼接方法，只要能做出来这样一个形状，另一边也是做成这样，然后咱们的地狱门呢就像这里就会出现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对，真的是非常简单。哎，然后用打火石呢在四周按念一下我是老吕，哎，它就打开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老李先暂停一下，老李把畸变做完，然后给他展示一下。好的，像淳朴一点的玩家呢都会先做成这样一个造型，然后在这里放置岩浆，在岩浆的上面呢放置一桶水，然后呢把这填补，然后把它挖掉，然后继续往上升，这里也是一样。对，像那个比较传统的玩家呢都会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做的方法就是说每一步，哎，咱们都心里有数，对吧。好，这也是一样，然后自己放岩浆，在这里地方放水，水不可以在这放，因为放在这里呢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版本问题吗？我记得它不是这样的，我记得如果水直接放到岩浆里面它会熄灭，可能是版本有问题，也有可能和创造模式有关，这样子。好的，那咱们就把放岩浆，然后水呢在岩浆的上面，就在这里放，然后要养成一个习惯，然后继续往上。对，差不多要到了，到了之后呢再做一个延伸，对吧，把这四周沿起来 ,OK。这里像岩浆，这里呢水桶把这个填掉。好的，这边就已经完成，然后它现在还需要一格，那咱们就再往上升一点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大家看到。把这挖掉，哎。总之老李做的你们可能觉得有点乱啊，对，你们因为每个人看到这里都觉得有点乱，因为你们的想的和老李想的总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老李就说给你们就说你们要想方设法利用水，利用岩浆呢，就说还有利用一些装饰方块来做成这样一个效果。来看，做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有没有看到我的另一边呢利用咱们一个土方法呢把它已经造成了。有没有这样子，咱们非常简单，只要在这里再连接两个，就咱们的地狱门就已经完成。对吧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所以呢地狱门呢制作方法是非常简单的。嗨 Creepa, 好久不见啊，你敢炸我吗？我料你不敢。其实说真的我还是比较讨厌苦力炮的，因为他把我弄死好多次，所以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，干掉他。好 ,nice。哎，这有一个伙计，哎，你别走，我要打你。天哪天哪，别走。进去吧进去吧，他卡在这了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老吕，哎，这一期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制作地狱门，如何去地狱，对吧。好，那咱们到这里结束了。